大家好，我是嘉义科医师陈佩欣。随着疫情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邀请国人一起拥有防疫乐活新态度，在防疫之余也能放松享受生活。贴心提醒，防疫期间民众仍要维持个人防疫措施，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应佩戴口罩，以及肥皂勤洗手。只要落实防疫措施，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，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，或从事踏青、运动、旅游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，共同打造安心环境，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。